大家好，今天跟大家研讨一个胡步舞的动作，叫四个雨步 Four Feathers， 或者叫 Four Feather Step。我们都跳过 Feather Step， 然后我们跳过 Feather Step 接 Three Step， 然后再 Feather Step 再 Three Step， 是大家都练胡步舞经常练习的动作。还有 Back Feather， Back Three Step， 再接 Back Feather 再接 Three Step，叫所谓的波浪步，是吧？但是连续的 feather step， 我这还是第一次接触。今天就给大家仔细讨论一下这个四个 feather step。这个视频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杨正英老师的讲解男生的动作和女生的动作，还有杨正英老师跟男伴一起示范这个动作的细节。我们还是在这个影片的最后一部分呢，还附加了一段 DSI 的这个示范动作。如果是一个 feather step 的时候，我们是 slow creak creak， 对吧？那么问题来了，四个 feather step 是不是就应该是四个 slow creak creak 呢？杨静英老师的视频讲的 timing 讲得很清楚，他不是，甚至都没有第四个 slow creak creak， 那么也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two two three four， three two three four， 一共就三个 three， 就三个这个三个伴儿啊，那么第四个伴儿为什么不见了呢？杨正英老师也解释。那么三个伴儿不止三个伴儿，它一共呢还只有十一个步子，只有十一个步子啊！大家自己算一算，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一个 slow creak creak， 这是应该三个步子，对吧？那你四个 feather step， 那有一个步子就不见了，那么为什么呢？杨正英老师也会解释。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动作，就是 three follow away， 也是 feather step 后面接的另外一种动作。 three follow away 也是跳了12拍的 quick 啊，做了三次的 follow away， 那个动作我们会另外做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下面就请大家观看杨正英老师的这个舞步，叫四雨步啊。四雨步它的步伐为十一步，你可以记一下，它比九步更多啊，它比九步更多。为什么不是十二？因为它第二次雨步只走了两步啊。大家先记录一下，四雨步在胡步舞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步伐，就 three follow away， 然后 four feather， 然后就是雨步结束，这些步伐都是在胡步舞中比较经典啊，比较经典的一些步伐，先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啊。你们只要看一下这个，我只是今天想普及一下大家，到底你有几步这件事情啊？你有几步这件事情？四雨步啊，四雨步一共是十一步啊，十一步。我从那边跳过来，男生看一下男生的步伐啊，男生的步伐，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一步。啊，我再做一次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一步。女生的步伐，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一步。啊，女生步伐我再做一次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一步。啊，它分别是由四个步伐组成啊。第一个步伐就称之为正常的一个前进的这一步。第二个雨步比较特殊啊，它省去了第一步的 slow， 它直接做前进转向侧行位置的一个 quick quick， 所以是它直接上头表示撑起来，所以是 quick quick， 这是五步。第三个五步是前进转换成后退的雨步结束， quick quick quick。第四个五步是后退转向前进的雨步结束， quick quick quick， 就聊了啊。你只要分析清楚就很简单。
单。那女生的第一个女步就是后退正常的一个后退羽毛步。然后我们在第一步审去以后，我们做升起来以后向侧向移动的 quick 是第二个女步，然后做后退变前进的女步结束 quick 再做前进变后退的女步结束 quick 好，一共加起来是11步，因为他的第二次的女步没有 slow，没有第一步，所以省去了第二个的第一拍啊，第一到第二拍第一步，所以它的一共是11步的舞步。Slow,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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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换个角度。And one, two, three, four, two, two, three, four, three, two.3, 4 Ready and slow, quick.Quick, slow, and 1, 2, 3, 4, 5, 6, slow. Ready, and slow, quick, slow, and 1, 2, 3, 4, 5, 6, slow. Ready, and.Slow, quick, slow, and quick, slow. Ready? Slow, quick, slow, and quick, slow.Four Feathers has been danced for a long time and can be developed in different ways. Here we show the figure from a feather step into a left side feather. We continue here into a back feather and then the feather finish. And notice Alessia's beautiful head rhythm as she moves through the figure.